位于彰化的大业大学，向来以产学兼具的教育风格闻名，而结合理论与实作的 SAE 环保节能车竞赛，自然就成为大业大学展现实力的最佳舞台。你们好，我是大业大学的吴庆峰，是在省油车已经参加两年了，从原本的一年级实习生到现在的队长。我们队名叫 Subversus， 是拓荒者的意思。拓荒者，我们会从没有到有，就是我们在这无尽无垠的一个机械世界，我们会想要把一台车完成，就要开始寻找，开始拓荒。每一个人就像西部大牛仔一样，我们都在那边开垦寻找水源，我们同样在寻找机械真正的真理。所以拓荒者我觉得也有很环保车的节能的意义。今年省油车我们大改造，以前都是立体式生长，我们现在是改成平面，不止减轻了许多。在轮子方面我们也改到，就是从大轮变小轮，这是为了符合我们的引擎所需求。当初是由队长来邀请我参加省油车队的，可是当时我又身兼另外社团的储备干部，最后我决定以相关科系为主，然后来参加省油车队。因为我的身形比较娇小一点，这样比较适合在车子里面。之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比赛，然后也没有当车手经验，所以我四处听取学长意见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比赛将近，外加这次比赛的体重没有限制，所以我必须要做一点体重上的限制。虽然我们试车准备时间较少，可是我相信我的队员们可以让我非常舒适又安全，还快速地完成这场比赛，然后让我们获得第一名。在车体上的设计呢，大方面的话是以学长的设计为主，而且细节部分的话就是主要以车手的身形跟开车的角度来去做调整，所以角度啊，还有一些大小跟强度都是车手坐上去之后再实施测量跟一些角度的微调。我们在一些施工上最常发生的错误就是一些厚度啊，或者一些长度没有算到很精准，因为零件小，所以误差一点点就可能完全无法使用，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就是一个晚上可能就为了一两个零件，然后就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进度的话是跟预期中是差不多，车体的完整度也不错，也有90%以上了，大体上都是没有问题，但是细节上还要更加一步的调整，而时间跟金钱花下去结果是不错的，以前的学长成绩也都不错，那对我们而言是压力也是助力啊，因为毕竟有一个能够超越的目标存在是一件好事，比较有方向性去跟随啊。如果以技术而言，我觉得跟学长比起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输很多，我觉得可能不相上下，但比赛还是看谁的失误少，而如果不出问题，我觉得拿第一不是问题啊，破纪录应该也不会太难啊。关于转向部分，我们去年是使用阿克曼转向脚，但是它的缺点在于车手直线行进间轮子会偏摆，然后导致车手操作不易。因为安全性的考量，所以我们今年决定改用简易式的转向块来让安全性提高。我们已经利用侧拉式刹车已经使用了好几届，使用效果也比较好，利于维修拆装简便，刹车制动性也比较好，所以我们决定使用侧拉式刹车。我想要在大学期间证明自己，想要留下一段有荣耀的回忆，所以我加入了省油车队。在车队里面我就是实习生，看学长需要什么帮忙就去帮忙，跟他们学省油车的东西。当初进大业的时候就有听老师在讲省油车，就想说来参加看看。谢谢队长把我选进来，虽然现在只是个实习生，学习如何做一台车，可是就是能学到课本以外的东西。将来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希望能传承学长的东西继续做下去。传承大业大学优良传统的 Subblazers 车队，今年将以不惧一切的拓荒者身份踏上 SAE 环保节能车的竞赛舞台，并用实力和成绩挑战所有队伍，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传说。
大业大学 Surplus 车队。